从嘉义到北港的公路，由于交通的流量日渐增加，原有的公路已经没办法负担。经过有关单位筹划，数个月前开工，最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拓宽工程一直没有再进行。由于拓宽工程施工将原有的公路挖掘变成了到处坑洞，使来往的车辆更加寸步难行。在一切核心声中，仅有几十公里公路拓宽工程停停坐坐，不但破坏原有公路的路面，反而增加交通的困难。有关单位应该早日设法进行施工，以免造成车祸的发生。